什么都愿意为你。哇，不错不错，所以你看一首歌能够唱到连他的对手都不情不自禁地发出说好喝好喝好喝。执迷不悔这首歌是我喜欢王菲的第一首歌，中间好不好？佩岑一直是这个讲实话的。你们四位喜欢的是哪一首？执迷不悔，执迷不悔，执迷不悔，执迷不悔。哇，四票，好，恭喜，13-0。执迷不悔，第一趴获胜。我也预想我今天会28-0，28-0，对不对？我们可能会给39-0，不，我们可能会给个一分来做羞辱之用。哎，等一下，你这一集的通告费，他人缘比较好吗？不是不是，我觉得我觉得一样，那为什么是我对吗？没有，问题是出在国恩老师唱《我愿意》太多次了，所以就觉得你又在唱那首歌了。好，好，悲歌来一下。对。来一个不一样的悲歌，我想唱一首台语歌。哎呦，因为台语歌真的比较悲。哎呦，是吗？有一首歌是我在大学驻唱的时候最爱唱的歌，叫《休息后》。哎，这个就没听过。休息后，你哼一句我看。啊，鸡，给一个鸡 key。哎，你怎么知道是鸡 key？ 绝对，它是绝对音感啊。啊，哼就知道什么 key 啦。啊啊啊！你写的卡。你用相思语要来 PK 他的什么？我自己有一个歌我很喜欢，是我在伦敦念书的时候写给蔡健雅的歌。我靠，你在伦敦可以唱自己的歌啊？可以唱自己的歌。可是制作单位跟我讲说，制作单位哪一个制作单位是公平的？好不好？漂亮，好不好？哎，拜托啊，那是拜的人家真正是星光大道出来，那膀胱尿道的。像话吗？超恶。今天站你们这一边，薛哥把他换掉，薛哥掉了啦，拜托，叫他好好去卖养肝丸吧。养肝丸是什么梗？啊，养肝丸，他今天男配的身土养肝丸，安人50几，好像老虎一只。啊，你是不是看电视哦？你先来，我不用。好，那我先嘛。啊，我唱，我唱，你先。啊，你准备吉他，好不好？好，抄家伙了，各位。哎呦！少男怀春的那个感觉，怎么说？不过他有把那个娘的味道唱出来。13-0，对不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对对，我是对自己有信心，我是对你没有信心。不要用这种方式来恐吓评审，好吧？你抄家伙，好吧？我跟你讲，抄家伙，他用吉他来修理你。哎，现在这个 tuner 做得好好哈，他是那个 vibration 弄的。vibration， 那要装电池喽。要电池。要唱你的温度了。我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我捧着。
这辈子围成圆圈，像咖啡色的湖。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我将热水开着，让镜子里的我起舞。我还是习惯走着你常走的路。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曾经我们离幸福只差一点点，而如今我却离你好远好远。就算我们相爱已经不如从前，我只希望你能时常在我身边。我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地呼。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捧着杯子围成圆圈，像咖啡色的湖。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你的温度，你的温度。才解释。我跟你讲，我跟佩岑都听到非常感动，直到宪哥讲出那一句话，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